OK，我们配到场了。好的，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我们是野配的队友，我们来买一下锥子吧。第一场，看要冲哪里？我觉得从左边直接冲会比较好哎，因为我悟空。敌方感觉都不要伤害。他们在讲什么？他干嘛伤害啊？不行。他是讲台语吗？听不太清楚哎。走走走，直冲直冲直冲。看能不能直接顺利的往楼上冲，可以可以，啊，右边有一只，右边一只，你看到了，这个有点远，抬不到，楼上没有，楼下，哦，三只在这里，倒一倒一倒一，有一只下去了。这边直接冲一波。我们悟空开起来！哇哇哇！哎，这好事！等一下，他这个侧身的拳头也太扯了吧！他明明没有面向我，可是拳头还是挥耶！这个拳头的射程比我的 USB 还要远的感觉，好扯哦！这个，这个拳头好扯哦！现在的拳头的攻击范围都这么远哦！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打那只应该是挂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算我的头欸？有啊，有算到我的头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样至少我应该会赚到比较多的钱，不会亏本。不然我如果买 G18，第一场没杀到人是亏啊，亏钱。这个这边稳稳想要抬，可是没抬到。这边右边45D，啊，对方拆线，哇哇，这边有点围。这边我们的四号队友直接往前冲，拿着他 G18，想要，等一下，我有看错吗？我有看错吗？我们四号队友不是在箱子后面吗？他在箱子后面怎么会被打倒啊？好奇妙的一个判定啊！是我没看清楚，还是我确定他刚人是在箱子后面啊？隔一个箱子，结果还可以穿吗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！还是说其实他斜角其实是看得到？不知道。这个小朋友一直讲话，他讲台语的样子啊。哦，安全区是楼下蓝点那个位置。他为什么要扣血？他跑去，为什么有人？他们去自杀干嘛？我那跳了几个戏呀？哦，这边空缺，这边哇，我们这个憨憨刚刚跑去残血扣血，这边真的太可惜了，他只剩30滴。这边，哦，nice nice，可以可以，还要靠他一个险胜。这边第一场啊。我们准备进行第二场，看一下我的钱够不够买一把 MP5，至少买一把 MP5 吧。哇，这场没 MP5，哇，我思考一下啊，没有 MP5，没有 MP5 怎么办？P90 吗？P90 比较便宜，好吧，就买 P90，买一颗凝胶，看能不能冲他家楼下。没有 MP5 只能买 P90 或 UMP，可是 UMP 我觉得有点飘啊，所以我不太习惯。我这边买 P90，这个 P90 是之前的 P90 啊。就是一个传奇的，哇，被看到了。呀，这个好像可以，可惜，有一只下来了，抬掉。First blood，应该可以冲上去了。这边有一只，两只，他叫凝胶了。可以，nice，可以啊，这个队友配合不错，我们有默契啊，可以。好的，这把 P90 涂装我觉得还不错用啊，然后再来我们就40太贵了，我们还是先维持原样，然后我们先买个，还有一颗凝胶等下要产出啊，买颗手榴弹就好了，然后买个神秘箱子看一下 M4 跟三级头，买个 M4 好了，三级那个 FAMAS 我不太会用，好，准备 Let's go 喽。他们好嗨哦，一直在开枪。这文文好像认识我是观众吗？他拿那个骷髅雷光的那个 N104 啊，加成射速加一格。又是没看到人，会不会有可能在左侧呢？在楼上，这有加了一根凝胶。
他们没有烙吗？走的，拜。First blood。前面还有，前面还有。在哪里？哪个位置？没看到。没有看到。哎，我掉下去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先下去好了。这边是有一只啊，在楼上吗？哎，挂了吗？哎，都没看到敌人嘞。哎，这边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。好，找到找到 ，nice， 可以，好。队友，敌人都被队友先杀掉了，先看到了。我们这边买个 MP40， 该冲了。这边1300，哇，直接买一波应该刚刚好，然后剩100块。我们这边直接冲他家。MP40 手榴弹凝胶，讲话蛮台的、哦，乡土味的感觉啊，不错。好，我们这边直冲哦。如果运气好，直冲他家楼上；运气不好，就绕左侧，冲左侧。他们有人要上楼吗？没看到，没有看到有人要上楼。这是队友的脚，这边有一只。这边有一只哦，还两只哦。剩最后一只，这个位置 NAG7， 直接冲一波，哎呦 ，nice 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我们这个讲台语的4号队友6，真的6，很6。好，我们这场哦，是我 MVP 吗？我以为是他哎，他杀蛮多的啊。啊，这场6杀输出2000，我们这场应该击杀数蛮平均的哦，感觉大家都是会玩，稍微会玩的。哎，没错，哎，真的蛮平均的，真的蛮平均的。文文也有杀这个3杀，然后我杀6杀，我们的4号队友杀5杀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队友是杀2杀，输出至少还有破200啦，还不错。来按个赞，可以可以。